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个月水逆啦！哦，真是的。所以以上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没有。有。那个 Mary，你图档寄给客户了吗？因为客户今天早上又跟我要了一次。Oh my god！我昨天一忙就会给他忘记了啦。我正要说这个问题，Kitty 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收到你做好图稿。你还没收到？我昨天要寄给你了。有吗？有啊。删掉。没有啊。可是我也有用 LINE 寄给你哦。LINE 吗？对啊。删，奇怪，也没有哦。我有用 Messenger 寄给你，你有收到吗？OK，删除。也没用。可是我看 K 这边啊，都会显示传送成功。对啊。对吧？刚刚都是系统出问题了。系统坏掉。你说 Gmail、Messenger 还有 Line 三个东西一起坏掉。这个不是很常有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个月水逆啦。哦，真是的。好，OK，知道。Kitty 啊，麻烦你再寄一份给 Mari，然后 CC 一份给我，不要，你 CC 一份给所有的同事，就这样。Kitty，这次要记得不要再忘记。所有的 Gmail 啊，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帮他检查一下？不需要检查了，根本不需要检查哦！天哪，你不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吗？你看全世界三大公司在 Gmail、Messenger、Line 同时问题都出在他身上，是他有问题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蛮瞎的。所以不用检查了，瞎爆了，瞎妹一个。